前反180至低杠倒立，分正套回来，他那个高至低和低至高，那么 DC 的话能加 0.1， 对，下法后直转体360，还加了360，他加了难度了，他本来是做后直两周的，他现在加了一个360，很多选手就在资格赛当中可能会保留一些难度。是的，因为他一个是一方面是能够进全能决赛，另外一个方面他还要进单项决赛。刚才我们看到他下来以后啊，这次是由美国队的教练柳金，就是柳金的这个去年我们看到女子选手柳金的爸爸对带的队，对，柳金他柳金带了队员，对，柳金和去年的这个肖恩今年都没有来参加世界锦标赛。柳金他是来观摩来了，哎，对，来观看来，跟他爸爸一起来观摩来了。对，塞梅诺娃平衡木，交换腿劈腿跳 C 组的难度，挺身前空翻小翻后屈，他用的是后屈，跟拉拉提一样都是 C 组，不过他这个 DBC 能接上，接上的话就是0.2，侧团挺身侧空翻，这两个都是 D。 溜腿他做的是 RTQ 的转体，但是我觉得很漂亮，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因为要求的是从头到尾的都要保持住，他可能是度数不够，对，后腿没有到这个一直保持这个水平，对。阿罗蒂小翻拉拉提，他这样又是个 DBC， 是的，又能得到0.2，他这样是就是充分利用的规则，对，因为单个难度不好练，但是只要一连接上就能加到，就能把加分拿到，对，因为他刚才做了一个躯体，这次做了拉拉提，对，你看他的下法卷子小翻，哦 no， 卷子躯体两周下，这是一个E组的难度，是。塞梅诺娃是北京奥运会的个人全能第四名获得者，应该说是一个综合实力很强的选手。是的，今年欧锦赛呢也是冠军，但这一次资格赛没有比好，所以比到最后决赛是分到了第二组。这是斯隆刚才的14.80分的高低杠成绩。对一个女子体操运动员来讲，对运动员来说，要完成一个很好的成套，或者是说比赛能发挥出最好的状态，对运动员要求很高。第一，没有伤病；第二，体重控制得非常好的状态；第二，成套也很熟练，这样会更有利于发挥出他的水平。啊，我们看邓玲玲的高低杠，肩上摆倒立，步行登杠上。那不欣赏大环成柳反套柳反柳反180套卡切夫，大环成柳扭360又接一个前空翻分腿，黄玫瑰登杠上，大回环，大回环，直抵旋下。邓玲玲，邓玲玲在北京奥运会上呢，她除了高低杠没有比，另外三个项目都上了，而且是零失误。对，应该说帮助中国队拿到了这个金牌，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是的，所以呢，相对来说他的平衡木要比其他三项弱一些，高低杠对，高低杠弱一些，但这次他还是比较顺利的完成了成套。是的，
们看到现在就是在我们国家女队现在也就是正在把就是运动员也正在往全能方向发展。是的，我们有几个运动员是在全能方面有应该说分数就是综合起来的分数应该是齐平分都是很高的，所以也很想在这个全能这个金牌上面去冲一冲。对，因为我们知道国际体联在以后的比赛中的团体是533的赛制，是也要求运动员都要有全能型的选手。是的。塞梅诺娃14.25分的平衡木得分，他前两项比完了以后，对后面的竞争已经没有太大的可能往前面在竞争了。现在看到的是瑞士选手的跳马卡斯林，他是毽子，应该是躯体上后空翻躯体上。毽子直体后空翻，团身前空翻。侧空翻。后跳转体横木的一个后腹回环，这个动作其他运动员做的比较少。对，现在应该是不提倡，是差180，这个跳步完成的很好。因为现在大家都看，大家都就很多运动员做这样的转体，这是一个应该是 D 组的难度，然后他在单在转体之后再接一个 A 组，这个就应该是有0.1的加分。对，这是今年规则的规定。对，以前舞蹈接舞蹈是没有加分的，现在舞蹈接舞蹈只要是选转体类的可以加0.1。是的。啊，毽子躯体后空翻两多下。今年是新规则运用的第一年，大家出来也是相互一个学习，看看大家的规则运用如何。对，因为每次的奥运会完了以后，第二年都是各个国家适应规则的一年。这个我想这次比赛之后，国际体联女子居委会又会对这个规则进行一部分的修改，他觉得哪些运动员用了很多很容易完成的，他又会再加难限制一下。对对，像今年相对于男子项目来说，女子项目的改动就特别大，以前是取10个最高难度，现在取8个。是的，而且还规定了是在8个当中是5个技巧和3个舞蹈。对，在平衡木和自由体操上面是同时把这个连接的这个公式也做了调整。邓玲玲的13.9的这个自由操的成绩现在已经比完两项了，第三轮当中第一组10米最强的选手将要去比平衡木。对，现在换场的机会，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的米特切尔的高低杠，蹬杠回环，分腿正掏，蹬杠弧形至高杠 B 组的换杠，分腿正掏180，分腿特卡，分腿的叶格，蹬杠回环360，前摆180至低杠倒立，分腿正掏回来，这个是 C， 后摆前团两周下，向前蹦了一大步。米特切尔呢这次在资格赛当中比的也不错，是排名3位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刚才这一套高低杠是他自己的2项，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排名第一，2项总分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选手鹤见宏子，这可以说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就是目前难以置信，他现在比完2项居然能排到第一，因为他这2项都是他的强项。对，那么后面的自由体操跟跳马
相对而言会弱一些。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全能资格赛当中他排在第七，而刚才第一第二轮他比的正好是自己比较强的两项，而且发挥得非常好。对，不管怎么说，贺建宏子最后的这个名次应该说已经是非常好的，因为作为日本的女选手来说，是的，